Lexus NX 是台湾卖的最好的豪华休旅，当中有超过70%的人是冲着它170万的入手价格而来，但花一样的钱可以买到配备更好、动力更强、一样强调豪华感的 Mazda CX-60， 兰 K 啊，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今天我们找来的是 NX 200最入门的精英版，要来对上的是 CX-60最顶的 33T AWD Premium Sport 车型。两台车都是属于中型休旅集具，它们的价格几乎一样。而在车身尺码部分 ，CX-60 呢整个大了一圈，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车长比 NX 多了8公分，轴距呢则是长了18公分。在造型方面 ，NX 看起来比较方正。钣金折线也更明显，车顶呢比 CX-60 呢更多了扩充行李架可以做使用，而且就算 NX 200啊，它的定位跟动力在车系当中都算相对入门，但呢它的空力套件的造型呢还是相当的突出，前后保杆都有保留运动化的导流孔，风格十分强烈。相较之下 ，CX-60 呢走的是比较圆润流线的设计，在视觉上显得低调许多。不过仔细一看啊，它用上更多的亮黑饰板作为点缀，而且呢，车身周围的防刮饰板也换成了车身同色烤漆。我认为啊，以质感跟豪华程度来说 ，CX-60 的表现会更突出一些。再往下看，两台车的铝圈尺码差异很大 ，NX 呢是18寸，而 CX-60 呢则是直接给到20寸，光是视觉张力跟气势上就差很多了。不过在造型上啊，我觉得比起 CX-60 的纯黑样式， NX 的双色切削设计看起来是更加的活泼有质感的。配胎部分款式不同，不过都是强调安静舒适的休旅胎款。车色方面 ，CX-60 呢除了基本的黑色之外，其余的红、白、灰都要额外加价才有。原厂强调啊，因为这三款涂装的喷涂工艺更复杂，可以根据不同角度呈现多样化的反射效果。实际看起来啊，确实会觉得色调比较深邃，有层次一些。而 NX 的优势在于它的选择更多，总共有8款颜色，重点是全都不用另外加钱。灯具的话，两台车都有用上 LED 的光源，都支援光感应启闭跟远近光灯自动切换。其中啊 ，NX 多了前雾灯跟头灯清洗器，但前方向灯还是采用卤素灯泡。而 CX-60 呢，则是额外具备主动转向跟光型变化等功能。它的头灯呢，可以随着路况自动调整照射角度跟范围，甚至能透过光束来标记出行人的位置，在科技性上明显更胜一筹。不过 NX 啊，还有个地方我想特别点出来讲一下。那就是啊，它的尾灯呢，除了有很具辨识度的分离式横贯设计，它的发光条还有特别延伸到转折处的里面，所以点亮之后啊，就不会像大部分的车款一样，在断差的地方啊有很明显的黑边，整体视觉效果更有一致性，看起来当然也就更具质感啦。来到内装，首先呢要决定一台车够不够豪华，内装的细节质感绝对是关键。NX 入门版虽然说没有太多的视觉亮点，用的是比较常见的皮质、金属件跟钢琴烤漆饰板，但因为它的按键组装扎实，加上啊按压的手感呢很优异，整体表现我觉得还是有达到豪华车该有的水准。另外啊，门板上这个不规则造型的切削饰板，虽然说它表面是光滑的，但内部啊会反射不同角度的光线，看起来就像一廊内的雕塑品一样精致，真的很有特色。而 Mazda 严格来说只能算是准豪华品牌，不过啊，我们一直都觉得啊，它在内装用料、手感设计上面啊，都有跟豪华品牌一拼的实力，像这次的 CX-60 也不例外。基本上啊，在 NX 上面可以看到用来增加质感的软塑料，还有皮质包覆区域，这些啊 CX-60 也通通都有。而且啊，它还在门饰板跟中控台上面啊，导入比较少见的麂皮材质，摸起来的触感呢还蛮细腻的。配色用上的就是比较抢眼的黑棕双色设计，一坐进来就有一种哇哦的高级感。不过啊，在日常清洁上啊，麂皮就不像一般皮质一样好维护了。那两台车呢，我都有各自喜欢的地方。像 NX 呢，采用了很多的圆形旋钮来取代一般的按键，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很多的功能都整合在同一个旋钮上来操作，视觉上更清爽。不过可惜的是，它的断差感做得不明显，如果不看荧幕的话，就很难知道现在自己转到哪里。
而 CS60 就是这具方向盘咯。一般来说啊，双色内装很少会动到方向盘的配色，但 CS60 呢却包了黑中两种不同颜色的皮质，那以往呢都要在豪华品牌的高阶车款才会看到。除了有满满的新鲜感之外，尊荣感也大幅提升。但跟前面说的麂皮一样，像这种浅色内装啊，想要维持干干净净的样子，就势必得多花点心力照顾才行。配备方面 ，CS60 的数位仪表、中控萤幕的尺寸都比 NS 大上不少，而且还多出了360环境、HUD 抬头显示器跟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另外啊，它也用上了 BOSS 的环绕音响系统，全车喇叭比 NS 多了4支，总共有12支。不过 CS60 的中控萤幕不像 NX 一样可以触控，只能透过中传上面的旋钮来操控，而且啊，语音助理的功能呢也比 NX 少很多，基本上啊只能拿来接听电话或是播放音乐曲目等等，不像 NX 还可以拿来调整空调、座椅加热跟音量大小声等等，甚至啊你可以把召唤语改成自己喜欢的名字，跟车子的互动感更强烈。所以呢，就使用体验来说啊， NX 反倒比 CS60 出色很多。另外 NX 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它全车采用电子式的门锁，只要用大拇指呢轻轻的按压一下呢，就可以自动开启了。往反方向扳两下呢，也可以用传统机械的形式来打开。另外啊，它也结合了 SEA 安全离座辅助系统，当我们要下车的时候，侦测到物体快速的靠近呢，它就会自动将车门锁上，减少击落机车骑士的机会，安全又省力。其他一些比较细的地方啊，像是 CS60 呢多了车内门把气氛灯之外，就连下方区域呢也有设置照明，四门照地灯更是一个小亮点哦。对了，它的雨刷啊还整合了洒水喷头，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在洒水的时候可以减少视觉模糊的情况，大家看画面就可以知道。不过 NS 的电动窗在一键升降的时候，比起 CS60 多了缓升缓降的效果，前后门把在解锁之后还会亮起，而且啊还多了可以消除异味的空气滤净系统。这样看下来，虽然说这两台车一个是平价品牌车系顶规，另一个是豪华品牌入门定位，但他们的内装啊一样是细节满满，质感呈现是不相上下。只不过啊 ，CS60 给的配备比较完整，花一样的钱得到的幸福感也就更高咯。主被动安全部分，两台车同样都有具备符合 Level 2标准的全速域 ACC、AEB 主动车道维持跟盲点侦测。CS60 呢更多了陡坡缓降跟驾驶疲劳警示 ，NS 则是额外具备视线辨识以及紧急闪避两项辅助功能。气囊数呢也比 CS60 的7具多了1具前座中央气囊，而停车雷达两台车同样都有8颗。座椅方面 ，CX60 它全车用的是 Napa 真皮，触感非常细腻，而且呢，跟身体接触的地方呢，用的是麂皮，既亲肤又止滑。至于 NX， 虽然说呢，它用的只是合成皮，但摸起来呢，也是相当的柔软。另外，它还可以免费选配红色或棕色内装。前座发泡棉，其实两台车都蛮有支撑性的。NS 呢，再更有包覆一点，但后座就不一样喽。CX60 呢，就维持跟前座一样的调性。NS 就明显软的很多，一坐进去啊，就好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以乘客的角度来说啊，这样的设定是更加分的。而在空间上 ，CS60 呢，它的前座不管是高度以及椅面长度，明显表现都比较好。但是最有感的还是车室宽度了，它比 NS 多了6公分，而且椅背跟中央扶手的设计更宽大厚实，开阔度更好。而后座很有趣的地方啊，是 CS60 它的轴距比 NS 多了18公分，但膝部空间呢、却是 NS 比较大。再加上、NS 它的椅面长度更长，椅背角度更倾斜，而且中央地面隆起的幅度比较小，体感上坐起来呢是比 CS60 舒服一些的。不过 CS60 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高度跟宽度表现好很多，再加上、后门的开启角度也大，如果要放儿童气座的话呢，是比对手更有余裕，也更好利用的。总结来说 ，NS 的后座坐起来比较舒服，但论空间感还是 CX60 胜出。配备方面也是 CX60 大胜，因为除了有全景天窗之外啊，它的方向盘跟双前座也都有支援电动调整，不像 NX 只能手动。另外还有电动腰靠跟驾驶座两组记忆，以及结合人脸辨识系统的驾驶人喜好设定，包含了方向盘、左右后视镜跟抬头显示器的位置，一上车就可以自动调整到定位，真的很方便。前面两张座椅 CX60 有通风没加热， NX 则是有加热没通风，全车 USB 的充电孔两台都是4个，
其中啊 ，CX60 采用的是全 Type C 的设定 ，NX 则是在前座保留了一个 Type A 的规格，后座还多给一个 12V 的电源插孔。行李箱部分，不论是倾倒前还是倾倒后的容积，都是 CX60 更大。主要在于 CX60 呢，它的高度跟开口都更大，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方正。再加上啊，门槛高度跟宽度都占有优势，整体而言呢是比 NS 更能装也更好放的。那 NS 则是有很多挖空的零碎小空间可以利用，再加上啊底板下方啊有额外的收纳空间，在 CX60 上一个都找不到的挂钩，它就给了四个。唯独可惜的是没有电动尾门，不然以机能性来说啊 ，NS 是更占有优势的。而在动力方面 ，CX60 呢搭载的是 3.3 升的直六涡轮引擎，再搭配 48V 的轻油电动力。NS200 的话呢，则是 2.0 升的四缸 NA 引擎。那我们直接比较它的输出数据的话呢，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CX60 呢是完全碾压 NX200， 因为呢它的马力就大了100多匹，扭力超过两倍，所以加速表现不意外的是 CX60 完胜。只是相对的啊，它在油耗跟税制上就会比较吃亏，因为一年呢会比 NX200 多缴将近20000块钱的税金。不过我觉得 NX200 开起来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无力感，除了它的车重啊比对手少了超过300公斤，油门反应呢也调教的比较偏向轻快灵敏的调性之外，我觉得它这具有导入起步齿轮的 CVT 变速箱也帮了很多。它在起步的前段啊，可以提供比一般 CVT 变速箱更直接的动力传递，而且还可以模拟时速档位、换挡时的顿挫以及转速的变化，开起来呢真的会觉得比较有力，也多了一点乐趣。那 CX60 呢，这具八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它在换挡逻辑以及手动降档的反应都很优异，档位间的衔接呢也很柔顺。只不过啊，在低速一二档间转换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莫名的顿挫感，尤其它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啊，这种不适感就会被放大，久了、啊、其实还蛮恼人的。底盘调性的话呢，两台车其实差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像 NS200 呢，就是绝对的舒适取向，吸震性很好，但悬吊阻尼又柔又软，经过坑洞的时候呢，会多晃个2到3下，还真的有像坐在船上的感觉。那 CX60 呢，就很明显的强调运动化，因为呢它的转向相对利落，路感也非常的直接，就算在微小的碎震啊，也会如实的传递到车内，坐在后座尤其明显，甚至会觉得有点跳到想吐。所以啊，我觉得两台车在舒适度上都不够均衡， NX200 太软， CX60 就真的太硬了。在视野表现上， CX60 呢是更好掌握的，因为呢除了驾驶侧的 A 柱以外啊，其他视线遮挡的范围呢都比 NX 更少。那差异最大的就是在副驾驶侧的 C 柱，因为呢 CX60 呢它的三角窗面积更大，视野阻挡更少，所以当我想要变换车道转头查看车辆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发现盲区来车，这让我可以增加更多的驾驶信心。再来，两台车都没有搭载双层玻璃，不过他们对于风切声跟车外噪音的抑制都还蛮有水准的。在怠速跟低速的状态下，两台车的隔音表现是差不多，只不过啊，在速度拉起来的时候 ，NS 同防火墙传来的引擎噪音就会比较明显。所以纵观来说啊 ，CX60 的隔音表现是比较优异的。最后这两台车到底要怎么选呢？实际比较过后，除了税金跟品牌认同度 ，CX60 呢不仅动力强、配备好，内装细节的豪华感也一样很到位，拿来跟豪华品牌的 NX200 相比，完全不逊色。就连 Mazda 最常被诟病的空间配置，同样也是表现更好，所以我会更推荐 CX60。看完了之后，如果对于这两台车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上8891汽车的 APP 或是官网，找到一键询价的功能，按下去之后，系统就会从上千位的业代当中找到3位业代帮你报价。这样的好处可以不用一间一间的去展间问价格，再来因为透过系统转接，所以业代不会知道你的 LINE 或是手机号码，既保有隐私又省时间。欢迎大家可以使用看看一键询价的功能。我是培培，你们的买车小帮手，我们下次见，拜拜。